本次展会上展出的年代最久远的佛像，是来自鹤见区松阴寺的如来坐像，可以追溯到七八世纪飞鸟时代末期。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了木制雕刻佛像，采用圆凿雕刻技法。 收藏于南区弘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就是代表作品之一，佛像高一百八十点七厘米，整个佛像到左手的水平都是用一根绯木雕刻而成。青叶区真福寺的镰仓时代的释迦如来立像是模仿平安中期从中国宋代请来的佛像雕刻而成的，因为有着三国传来的来历，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光背雕刻着精致的花纹，上面镶嵌着小佛像。本展中唯一一个来自县外的、建造于永德年间南北朝时代的地藏菩萨坐像，作为横滨市内古刹传来的佛像，在横滨历史的考量中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佛像。 県外一家寺という全部で 40, 約40体の仏像が展覧会に出陳されております脈々と受け継がれているような形で仏教っていうのはあの信仰の対象としても、まあ、あの身近な存在としてもあの私たちのそばにあ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を今回感じております横史 的痕迹诉说着时代的变迁，佛像所表达的精神内涵也因佛像的存在而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新唐人日本记者站报道。